鱼池乡日月潭清晨般的美景，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旅游，也让不少爱好摄影的朋友前去，更有许多新人会来到这里拍婚纱。这样优美的地方吸引了传播业者来到此处拍摄广告。议员谢明谋鼓励更多爱好摄影的朋友用镜头探索美丽的日月潭。